固有的，必须返回天之道也。四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我们今天很高兴能有这个机缘求道，能够开启良心之门、智慧之门、通天之正门，这是第一步。这宝贵的道还能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福之意，离苦得乐，人生在世遭受种种之苦恼，就其根源皆起因于迷失了真我。求道首先就是让我们认识人人身上固有的道，找回我们本有至真至善至美具足圆满永恒不休的真我，在日常言行之中发挥真我，使我们一举一动皆能合于理，至于至善，自然不会受周遭的人事物所左右，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。心为一身之主，我们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，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，则不